郑年帮我俩取个快递吧。我不要。不是，你俩打我干嘛？我俩不是在打你，我俩是在救你。救我？你看啊，我俩叫你一声宁哥，长兄如父，所以你是我俩的谁？我是你俩爸爸。对，你看我俩平时教你那么多东西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所以我俩又是你的谁？你俩又是我爸爸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再想想，生你的爸爸能不能让他来做你的儿子？不能。所以啊，你想想咱仨的关系有多亲啊。血浓于水。对，你去帮我俩取个快递，是不是中？你作为我俩的爸爸，帮儿子取个快递，是不是人？我俩是你爸爸，你去帮爸爸取个快递，是不是孝顺？那我俩又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帮我俩取快递，是不是讲义气？你去取个快递，忠孝礼仁义全都有了，所以刚才我俩是打你还是救你？救我，你肯定是救我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得取快递？取，必须取。以后你俩的快递都归我了。来，怎么玩谁是卧底啊？不能骗人啊。我先来。这个我经常穿，很保暖。小时候我妈老让我穿，不穿就挨揍，赶紧。我也一样，但现在我不用我妈说，我自己就穿上了。不穿还不舒服呢。你经常穿？对啊。你不穿还不舒服？对啊。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有这么奇葩的爱好，没想到还有同道中人呀。我没事就偷偷穿。你俩喜欢啥色？喜欢啥色？我就喜欢黑色，有时候还喜欢渔网。我知道你那是袜子吧？不对呀，袜怎么能有渔网呢？那你是车库啊？我看看，我的就是袜子，你太聪明了，我不信。跟我们一起组队来谁是卧底吧？来，咱们说谁是卧底啊？要说实话啊。这个东西啊，我尝过那么一次，我感觉没有想象那么好，太苦了，我不喜欢。我就很喜欢，感觉整体比较醇厚，有明显的回甘，咽下后余味悠长。你尝过？对啊。你很喜欢？对呀。那我也不装了，我也尝过那么两次，我也不是很喜欢。你说那个回甘的感觉是有，但我那两次也是喝多了好奇才试了试，它太臭了，我实在受不了。这个不臭啊。我知道你的是螺蛳粉吧。那你们的是什么是肠粉啊？我的就是螺蛳粉，被你猜对了。我不信。咱们玩谁是卧底啊？只有一个人词儿和其他人不一样啊。我先来，这个我每个月都得安排一次，很舒服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我可比你次数多，我一周就得一次。现在学习工作压力大，必须靠这个来放松身体。你觉得很舒服？对呀、啊。你一周一次？对啊。这么私密的事，你俩还好意思说？我也不装了，我差不多也一周一次，虽然很丢人，但还是感觉那种感觉很舒服，就是早起起床那儿太麻烦了。起床那儿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洗澡吧，很放松，很舒服。不对呀，那洗澡怎么用早起起床单呢？你们是啥呀？妈呀！我看你。我的就是洗澡。不信？跟我们一起组队来，谁是卧底吧？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玩游戏啊，运气很重要。你看我这牌，起手清一色。我这牌呀、我牌呢？你不是，不是？哎，你们磨磨唧唧的。小静，等会儿，四个三扎你。打麻将还有扎呢？哪有你这么玩的？就是啊。你四个三，我过。不打麻将还能过呢？哎，你们磨磨唧唧的。你俩要这样，我就，我炸弹啊！要不起啊？那我再一二三四五顺着，你管不上，管不上。那我就三带一，我没了。哎呦，这赢了！来，怎么玩？你演我猜啊，咱俩演他猜，要认真啊。那这个东西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啊。我知道了，臭豆腐对不对？接近了，两个字，就俩字啊！我很喜欢吃的，你很喜欢吃的，鼻屎！哎呀，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差点吐了，之后越吃越有滋味。你肯定也吃过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东西质地是不是软软的？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对，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俩也吃过。那话都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坦白了，我也吃过，我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。你太聪明了，所以正确答案是粑粑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谁是卧底啊，一定要实话实说。我这可太日常了，我两天必须得干，很舒服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每天都得干，很享受这种感觉，而且有利于血液循环。你两三天？对啊。你每天都干？对呀。
有时候我也干，而且每次等电梯的时候尤为强烈，有时候我都顺其自然，虽然那种感觉很舒服，但是每次回家洗裤子太麻烦了，我有时都克制自己洗裤子。哦，你的词是踩水坑吧？看见水坑就想踩，弄脏裤子，然后回家得洗裤子。那你的是泡脚啊？我看你了。哎，我的就是泡脚，被你猜对了。不信。游戏的高境界。玩五子棋，我就没输过。哎，该你了。没输过是吧？嗯。这回输了吧？哎，输不了，反客为主。哎呀，怎么就赢不了他呢？哎，你再想想办法，你想办法比他多呀。他这么多黑人，我怎么比他多呀？哎，咱们玩智商小游戏啊，问苹果怎么吃？这还不简单吗？你洗洗直接吃吗？那对吗？你壶里不得去了吗？这才对嘛。怎么玩成语填空啊？来，你先来。哎呀，这多简单，土生土长。可以呀，来，该你了。风风风。哎呀，我给你点提示，你月底了该吃什么了？哦，吃席。哎呀，除了吃席还能吃什么？网上很流行的。哦。哎，对对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玩游戏啊一定不能耍赖啊，咱俩摇骰子比大小啊，看谁摇的小啊。哎，我是一，该你了。原来是比这种小啊！哪有你这么玩的？就是咱俩玩，大来，咱俩比谁大啊？行。哎，我是六。哎，这玩不起，他耍赖，他有这么大的。我去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谁是卧底，一定要说实话。啊，我这个东西它很日常，所有人都穿，但夏天我有时候就不穿，主要穿凉鞋它不好看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365天我天天穿，主要是我汗脚，没有保护其他人。没想到你俩也有这癖好呀。其实我也穿，我主要是因为黑色的很性感，但我不敢跟别人说，我害羞。这很日常，大家都穿，这有啥害羞的呀？这不女生在穿吗？我第一次也是因为好奇。女生穿，它是黑色的。哦，你那是黑色靴子吧？你们的是袜子呀，我俩。我看你，哎，我的就是黑色靴子，你太聪明了，我不信啊。玩游戏的高境界，玩象棋我就没输过。哎，将军，哎呀，又输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再想想对策，咱们反杀吧。哪有对策，我就输了，怎么办呀？咱们来玩智商小游戏啊。这个东西它很日常，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我经常吃这个，这叫方便面啊。那对吗？一点生活常识没有，它能叫方便面吗？那白吃那么多了。是你聪明啊，这叫钢丝瓜啊。这记下。咱比调饮料开始调的好啊。我先来，咖啡、椰乳、生椰拿铁。你这也太普通了，外面哪儿都有卖的。就是，确实一点创新都没有。牛奶、战马，你这啥呀？牛马。玩游戏的高境界，我跟你说，我玩上前没遇到过对手，吃你，没棋了吧？哎，怎么办呀？又输了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再等等，就一个将了，怎么等啊？哎，天怎么黑了啊？啊，我将呢？昨天晚上我的将被狼人杀了。不是你的，哎，没有遗言。考考你俩生活小常识啊！当你在上厕所时，有人要进来，如果提醒他，你再上厕所。这多简单呀！别进来啊，厕所有人，我在里面啊。那也行哈，没文化太粗鲁了。那你怎么优雅的歧视别人呢？咱们来比赛调饮料啊。我先来，柠檬水、果汁、茶、水果茶。啥呀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就是，我这个名儿好听啊。芬达、沙棘汁、雪碧。什么呀，大傻逼。玩游戏的高境界，玩象棋长这么大我就没输过。将军，哎呀，下失败了，又输了，就没赢过。你别气馁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，都死棋了。哎，我把你的试手买了。你会不会下棋？你这样做的非常对。哎呀，你赢了。咱们玩记忆力小游戏，准备开始啊。什么游戏还比吗？什么开始？咱们玩调饮料小游戏，你先来。元气森林，橙汁，元气橙橙。啥呀？这新意都没有。我名字好听啊。二锅头，百事可乐，乌龙茶。250。玩游戏的高境界。五子棋，我这辈子就没输过。该你了。
被我毒死了吧？你输了。不可能。我赢了。哎呀，又输了，怎么就赢不了他呢？你别着急，再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啊？都被毒死了。咱们玩个简单的啊，成语接龙，你先来。日久天长，长夜漫漫，漫山遍野，爷爷在此。几个意思啊？咱们玩小游戏啊，一人问 Siri 一个问题，让他回答啊。Hey Siri，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？没错，就是你。你这一看，你的 Siri 就不诚实。我来。Hey Siri， 我在。我是不是你爸爸？是什么？爸爸。哎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玩谁的问题啊，一定要实话实说。哎呀。我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常见的，没有人没穿过，但我可能有点单调吧，就想穿条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可多了，衣柜全是，搭配不同的衣服，我得穿不一样的。你就两三条？对啊，你衣柜全是？对呀。啊，其实我也有一条，但是我平常我都不敢穿，虽然上厕所真的很方便，但是我还是害怕被别人发现，我有时候都克制自己。怕被别人发现？哦，你的词是内裤吧？穿在里面怕人发现，所以是内裤。裤子呀、啊，我看看，哎、啊，我的就是内裤，谁没穿过呢？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朋友玩五子棋，你得有技巧才能赢。啥技巧啊？该你了。你对技巧一无所知，五连珠。哎呦我操，这咋、啊？哎呀，你啥也不是，我来吧。你来也不。哎呦，这回咱俩正常玩。行，讲武德，你先来。哎呀，我先来，你不就输了吗？我操！给大家建议，这有时候你拿点不好的牌啊，你得自己想办法，是吧？四根，都要不起吧？你哪来的二？我瞧不起这种耍赖的双王。不是，你哪来的双王啊？还好我预判了你俩会耍赖。主公，哎，天怎么黑了？哎，我预判到了你的预判，昨晚你的主公被我杀了，啊，他怎么还活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预判到了你俩的预判，昨天晚上给他用了糖。你怎么预判到了？因为我是预言家。那你救他干嘛呀？因为我的身份是忠臣。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红包骰子比大小啊，运气很重要。咱们来比谁大啊？你先来。哎，你这个最小了，你这个什么东西掉了？啊，刚才不还一吗？怎么成六了？你是不是耍赖了？我感觉不起来，你俩是不是眼花了呀？现在我最大，我赢了。你，哎，我比你大，你这不耍赖吗？你，现在他耍赖就言他最大呀，行不行啊？那你俩要这样，我就谁都有我的。我操，无限本金。给大家建议啊，玩魔方你得掌握技巧，会了技巧都是小儿科。这么难，这咋拼呢？你这也不行，我看我看。你这看着也挺乱呢。玩魔方你得有技巧，这回就简单了。不，你打你这玩的呀？就是你这就属于耍赖，该你了。我，哎，我这个也太简单了。你这个傻子都会拼，太赖皮了。不是你输了，你还不服气是吗？我就是不服，这回咱俩都拼正常魔方。你来就来。哎呀。哎，我拼完了！我操！哎，我也拼完了。哎，咱们比赛拼魔方啊，看谁拼得快。啊，哎，这是你的啊，来，你的开始。哎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断一下就好了。组长，你俩是不是耍赖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该你了。哎。来，咱们比比谁肺活量大啊！吹杯子，看谁能吹倒。啊、来，你先来。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肺活量，该你了。纹丝不动。是你俩是不是耍赖了？我记得刚才他那里没水啊。怎么可能？赶紧的，到你了。